我知道老太太争房子，其实不是为了她自己，是为了你。我现在把房子还给你们，这样的话，你跟你的孩子就有保障。湛儿，你怎么突然又变得这么好心了？我不想看到阳光那么痛苦。 你们别逼他了，现在我把房子还给你们，官司我也不打了，廖望现在也不是我的律师了，我只希望你们能够让阳光跟廖望在一起。三十年了。 就给孩子一点阳光吧，好吗？你30年没要他了，你现在知道心疼儿子了。我到底要不要他？我想你心里应该最清楚了。我是清楚。可是之后你又结婚，又再生了孩子，难道是我们逼的你吗？你考虑过光光吗？ 你是不是认为我妈一直对房子不松口，是因为我想要这个房子？那你图什么？我图什么？我图的是，阳光是我的亲侄子。我图的是，我把他从你手里救下来的那一晚，他在我怀里整整哭了一晚上。 孩子是你放弃的，你舍得他，我不舍得。慧卿，我知道你为了阳光受了很多的苦，现在房子还给你，也是应该的。 我是个没出息的女人，从小没读过什么书，被老公遗弃，寄人篱下，一直住在哥哥家里。我一辈子除了洗衣做饭，我什么都不会。但是我懂一个道理，人活着要懂得感恩。我妈很年轻就守寡了，把我和哥拉扯大不容易。 我要孝顺他，我哥对我好，对他的孩子，我得把他拿自己的亲孩子一样对待，甚至更好。现在我哥没了，光光也长大了，我只有这一个妈，只要他高兴，我怎么顺着他都行。要是有一天， 我妈也不在了，这城里我一刻都不想待。你放心，这房子我一寸都不会要的。至于阳光，怎么着他是你儿子，我不会霸着他，不让他认这个妈。我再说一句。 你也别恨我妈妈，30年了，你没跟阳光生活在一起，一听他受了委屈，你就心疼他，来找我们算账。那是，你想过我妈妈？我妈含辛茹苦把儿子拉扯大，她要是觉得我哥受了委屈，她应该怎么办？人呢，都不容易。 互相谅解一下吧。
这是怎么了，妈？妈，妈，妈，你别动，千万别动啊！嫂子，嫂子，快过来帮帮忙！今天真是谢谢你了。哎呀，你不用跟我说这些，应该的啊。找到阳光了吗？一直也没接电话，我女儿也联系不上，真是气死了。没事的，我觉得阳光肯定是在录节目，不方便接电话。哦，对了，刚才医生跟我说啊，老太太已经暂时脱离危险了，但是还是建议要做手术。这样吧，一会儿阳光来了，你们商量一下好吗？老太太一直都说没事没事，慧琴，这些年来你对老太太也是尽心尽力的，而且你也是这个家里最辛苦的那个人，你不用自责的啊。快进去吧，我就不进了，我怕老太太见了我激动啊。快去吧。嗯，谢谢。快去吧，没事。那个东西都检查好，你别落下啊！放心吧，导演。哎呀，顾老的儿子明天一早就到了。他回来以后，后面的事情就由他牵头来做吧。你们也可以谢谢了。哎呀，不敢谢呀、啊，大事是安排完了，细碎的小事还多着呢。嗯，几位老人家辛苦了。我们是不累，上午啊跑腿的事情都他们年轻人干的、他们才该好好歇歇了。没事没事，这几位要是真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得先回去了。老板虽然批了半天的假，但是上午的工作完不成，到头来还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赶紧回去，没准还能保个全勤奖。对，好，行，赶紧去忙，赶紧去。好，好，辛苦了啊，先走了啊。嗯，好，先走了。好，慢点啊。看他们小年轻也挺不容易的啊。嗯，是啊，每天加班到天黑，一点都不敢松懈啊，还供着房呢。嗯，就是我们以前就是太不体谅他们了啊。看来啊，以后我们小区啊，还真得装个电梯。嗯，对对对，这个电梯啊，装，反正也没几个钱，我们又不是拿不出来，跟他们计较啥呀？装的好，是装，装的方便。那小杨、张主任，我们先走了啊，我们也回去了。好好好，慢走，慢走哈，哎，慢走慢走。哎呀，阳光老师，这次真的是辛苦你了，多亏了您啊啊！不用客气，我现在要赶回台里去了。啊，好好好，那您赶紧去忙吧。好好好。我跟大部队我们就回台了，然后看看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我直接会跟张主任再联系。嗯，今天兄弟们辛苦了，让他们今天歇歇吧，明天再说。你也辛苦了，头儿。哦，对，那个刚接到一个好的消息，说张副台已经把《爱的魔力》给停了，而且赵丽也被停职了，估计咱们这期节目应该能重回黄金档，守得云开见月明了。你不要太开心，现在张副台主要都是在瞄着咱们的节目了。以后要更加小心。放心吧，回去吧。哎，thank you.
怎么会这么严重？原来检查就有冠心病，不过大夫说问题不大，他也一直在坚持服药，没想到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我们也都没有察觉。是我不好，是我疏忽了。你工作那么忙，不能怪你，要怪也只能怪我。我天天在他身边，我都没看好他。姑姑，你别这么说，你是咱们家里面付出最多的那个。哦，今天幸好你妈帮着叫了救护车，安排你奶奶住的医院。哎呀，老太太一犯病，我一个人也弄不了她，是你妈妈强行让老太太上了救护车。啊，幸亏送的及时，要不然大夫说再晚事儿就危险了。你是说？你是说他上咱们家去了？慧清，慧清来了来了。慢点慢点慢点。哎，啊，妈，阳光来看你了。你来了，光光。哎呀，别担心，奶奶离死还远着呢。奶奶，你不舒服，怎么之前不跟我们说啊？哎呦，不就是心口疼吗？老毛病，用不着说。你爸和你姑小的时候我就疼过，那个时候谁敢想上医院的事儿啊？就这么扛着，扛着扛着。也就扛到这个岁数了。慧清啊，嗯，张文走了。走了。得，临了临了了，又欠他个人情。我不想欠。妈，今天多亏了他。光光，你妈今天来就是不想让我管你和廖姑娘的事儿。我猜对了吧？这就是你妈给你准备的媳妇儿。奶奶，你好好养病啊，咱们不说这个。对了，晶晶呢？去哪儿了？哎呦，这丫头，我打她无数个电话，不是不回，就是没信号。这疯丫头，天天都不知道疯哪儿去。由她去吧，都忙吧，没事儿的。没事儿的，嗯。喂，喂，哥哥，我是晶晶，出事了，出事了，我们的车翻了，爷爷奶奶他们都受伤了，老邱他现在在重症监护室里面，哥你快点过来帮帮我，哥你过来帮帮我。姑姑，我台里面有点事儿，赶紧忙去吧啊！路上小心点啊！快去。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有安排好，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各位不好意思啊，我是苏宁宁的哥哥，有什么可以跟我说？哎，你是不是好好说话那主任阳光吧？你是他哥。哎，成，那我跟你说啊，你妹妹办黑旅行社欺骗老人家，也就是我们的父母，今天出了事儿，我们就是来讨个说话。我没有办黑心旅行社，是爷爷奶奶他们想出去拍照，我就是租了一辆车安排他们出去拍照。姐姐，手怎么了？你收钱了没有？你是不是每个人收了他们500块？你只要是收了钱，你就是黑旅行社。是爷爷奶奶他们自己给我的，不是我去要的。你拉倒吧！哎，我爸，就我爸平时多节俭一个人，过年给我儿子压岁钱才500块。你谁呀？就给你500块，你还说没骗他们？各位你们冷静一下啊！如果真的是苏晶晶的责任的话，我们一定会负责赔偿。
但是在这件事情没有定论之前，请你们不要围攻他，好吗？谁围攻他了？我们这是怕他跑了。对呀，就是怕他跑了呀。我没想跑，我手机掉山沟里了，我是去打电话的。你买保险了吗？出来。买了，买了，买了。我跟阿威买了保险，但他保单还没给我，他现在电话也打不通，怎么办？你可算来了，姐姐。他们说要告我，我打电话叫廖律师一起过来。我是观世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廖旺。你们有什么问题来找我，从现在开始我正式代理苏晶晶的案件。律师啊，啊，看见没，这是心里有鬼啊，做贼心虚。这会儿功夫律师都上阵了，成，今天这个事儿我们不仅要告他，不仅要赔偿我们，而且还要让他坐牢。坐牢，让他负罪坐牢。各位你们冷静一下啊，这里呢是我的银行卡啊，你们如果需要医药费的话可以暂时从这张卡里边取，但是我妹妹现在的手好像受伤了，我得带她去看一下，好吗？哎，你们干什么？哎，你们能不能走啊？哎，出了事儿你负责呀，事儿没出你负责，谁负责啊？先让他们去包扎，有什么问题跟我聊好吗？哥，罗修还在抢救，我要去看看他。你给我先管好你自己。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在前沟村的后山拍照，拍完之后爷爷奶奶说前沟村就要拆除了，他们想进村里拍几张照片，然后我们就从后山的小道上绕进村口，结果村口有几个村民一直守着，死活不让我们进去，我们想那就算了先回去，结果车倒车的时候路基就塌了，车就滚下去了，我和罗修把所有人都救出来了，结果罗州他想去车里面抢救设备，车子又翻滚了一圈，罗州和车子就一起滚进山沟里了，哥怎么办，罗州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哥不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医生怎么样了，现在什么情况？其他没什么大碍，左前臂骨折。这个事情警方已经开始调查了，希望大家耐心等待，行吗？你别说别的啊，今天这个事儿务必得给我们个说法，必须得赔偿我们。那这个结果还没出来呢，我们怎么赔偿，赔多少合适呢？哟，合着不是你爸妈在医院呢，您站着说话不腰疼。哎，今天务必得给我们一个说法。你怎么残忍？我是要给你个说法，但是我们要等结果。我得先把律师找好，爸没事吧？还当你们做检查呢，那听说好了。那个赵先生，这位是我们律所的廖律师啊，我先跟他说几句话。哎，好了吧？哎，他可不能走。哎，没事啊，没事啊。那个，这位关主任呢，是我请的全城最棒的律师啊，各位放心。放心啊，他跑不了。关主任请。你怎么来了？这被告苏晶晶是我朋友。那赵先生也是我的朋友啊。你怎么有这种朋友？我们在高尔夫球会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那他父亲出了问题我不能坐视不管呢。你怎么着准备代理苏晶晶？对。可你知道啊，如果我代理了原告你就不能代理被告，咱们俩是同一个律所的，同时代理原告和被告是违反规定的。我知道。那好，那你准备怎么办？我可以辞职。别，哎，你别，我记得啊，你刚来观世的时候，你就明确表态啊，你说这个观世律所是你唯一的选择，除此之外你不会去任何其他的律所，对不对？我现在也是这种想法，但是我必须要代理苏晶晶。为了朋友，拼了。为了正义。你看看这帮人，父母在里面躺着呢，先不去看看自己父母的结果，不去关心他们的身体，先要赔偿，他目的何在啊？我相信苏晶晶，她陪着这帮老人一定是真诚的，不是带有欺骗的，我不能让她还有冤情。你就是一个天生的律师，而且注定会成为好律师。我现在啊，代表观世律所正式通知你，同意你代理苏晶晶。
这个案子容易引起社会关注，你将再次成为官氏的门面。作为门面，你要好好表现。哎，那赵先生怎么办？能怎么办？拒绝呗。反正高尔夫贵族有的是，他要不愿意见我呀，那咱就让他换个活走。赵先生，关主任啊，因为呢有点突发事情啊，你的事情我可能帮不上忙了，多理解，希望你父亲早日康复。赵先生，哎，这不我们律师吗？他怎么走了？他走了，我们怎么办呀？医院呢，毕竟是公共场合，我们就不要打扰其他人了。所以我跟医院借了一个会议室，我们就在这儿谈吧。在哪儿聊不要紧，重要的是你们要给我们一个态度。赵先生，我们知道您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在国外呢，可能遇到一点点的纠纷，大家就习惯性的回去找律师解决。但是在国内呢，和平的、友好的去协商解决纠纷，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传统。不管哪国的法律，哪国的传统，你妹妹开黑旅行社欺骗老人造成了事故，在哪儿都是犯法的。既然他犯了法，我们就要找律师告他。对，你说苏晶晶开黑旅行社骗老人，请问你有证据吗？还是什么司法机关已经给出结论来了？我们早就认识他了，小姑娘的嘴跟蜜一样甜，天天在网上忽悠我们的父母围着他转，给他花钱。以前只听说过卖假药的骗老头老太的钱，怎么现在还有借着摄影骗人的呢？廖律师，我想请问一下，对方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连续使用了忽悠、骗、诈骗这些词语，构不构成诽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第二款的规定，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者构成诽谤罪。是这样，我们先不说苏晶晶她是不是骗子，因为她究竟是否是诈骗，最后是要由法院来裁定的。现在警察正在调查取证，事故的认定马上就会出结果，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我们就说现在你们各位，当父母出事了以后，你们第一时间并不是陪在老人家的身边，陪同他们一起去看病去做检查，反而是来围攻苏晶晶。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是非常担心没有人帮你们负担这笔医药费吗？赵先生，如果我是您的话，我家里人出了这样子的事情，我会在第一时间赶到他们身边，陪同他们去做检查，帮他们去联系医院医生。如果我赶不过去，我会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他们。但是你呢？说得好。哎呦，爸。爷爷奶奶。妈，你怎么了？你没事吧？没事。就是要给这些人上上课，你知道吧？每次上车，晶晶和罗修总是要给我们检查安全带，我们不爱系，晶晶总是乐呵呵的哄着给我们系上，所以这次没有大的事故，才点皮外伤。可罗修为了救我们，到现在还躺在急救室里面，你们不但不感激人家，还要告人家，良心呢？晶晶，你别害怕。赵大爷是绝对不会告你的。爷爷奶奶，你们都还好吧？检查都做了吗？只要没有受到内伤就行了。你们还要做什么核磁共振的？你们不上天呐？说苏晶晶骗我们的钱，你们真是满嘴胡气。我们所有的费用今天都是一笔笔记账的。晶晶啊，你拿出来给他们瞧瞧，看看这个你有没有骗我们的钱。骗多少钱了，爸？那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你真要是追究我，那就要先问问钱沟村，问问他们怎么会把好好的路面给压塌的，为什么不让我们进村呢？瞎说！就是要问他们。对了，你们如果真要想要追究的话，你们应该去找造成这次事件的钱沟村。
喜欢。觉得哪个娃娃最好看呢？是这个还是这个呀，小公主？这个好看。这个好看。那你觉得这个娃娃好看，还是你的芝琳妈妈好看呢？都好看。都好看啊？那不行，那你必须说出来，到底是她好看，是我好看。红鸡爸爸，您说这个娃娃和芝琳妈妈比，谁更好看呀？你要记得，不管谁跟谁比，你都要说是芝琳妈妈好看。哦，那这两个娃娃哪个更好看呀？我刚刚说过了，不管谁跟谁比，都是你芝琳妈妈最好看。哦，哪有你这么教孩子的呀？家庭教育很重要，必须时刻教导孩子正确的观念。那我问你，在我们家里面谁最好看？芝琳妈妈最好看。真乖。不对，在我们家里面姥姥最好看，因为姥姥是芝琳妈妈的妈妈。哎呀，恒记，你就会拿我开玩笑。你可好看了。对对对，姥姥最好看，姥姥是天下最美的，对不对啊？对。喂。喂，台长。什么？啊，您说。严重吗？行，我知道了。好，我知道了。钱国春的事儿呢？你怎么知道？一辆旅行车在钱国村的后山小路出事了。钱国村不是大量改建吗？有很多载着这个建材的车子把路基给压坏了。我知道了，刚才台长亲自给我打电话说的就是这个事儿，所以闹得还挺凶的。台长建议我们能不能上《好好说话》这个节目，去调解志恒地产和钱国村之间的矛盾。我不要你跟阳光扯到这件事情里面来。老公，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儿，我怎么可能置身事外呢？而且阳光也是这件事的中心，你知道吗？这辆轿车上所有的老人都是苏晶晶带着出去摄影的。但是如果这件事情真的上了电视节目去调解，那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会牵扯进来，包括我们家里面的事儿，包括你的事儿。我知道，我不怕，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恒基，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应该找一个第三方来帮志恒地产还有钱国村做一个调解和解决。马克知道我们的关系，他可不会认为电视台是毫无关联的第三方。所以我们做给大家看的时候，这个调解一定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就算是不能让钱国村所有的居民都能够满意的搬迁，但至少可以粉碎那些流言蜚语啊。小赵，哎，来，那个黄金虾可以再进两盒，那个番茄酱就不用再进了啊，你兑下去。阿康，哎。今天晚上那个亲子教育课挪到明天晚上了，那你挨个通知一下家长吧，好吗？好嘞，姐。去吧。
好，我知道了，阿姨。我已经去过了，姑姑说那边暂时没什么事，反正你放心，就留在这里陪罗秀呗。怎么样，没事吧？没事。该给他们交的这些医药费什么的，我都已经交了，但是得让他们签署一些文件，以免后续的麻烦。我送你去律所吧。我们先去看看奶奶吧。罗秀这儿离不开人，你留下来先照顾她，我带你去照顾奶奶了。走吧。你小心一点啊。姑姑，现在廖律师呢已经把问题都解决了。晶晶现在肯定是没事了，但是罗修还是有点危险，我让晶晶留在那边，毕竟罗修是他老板。奶奶，你吃个橘子吧。那你想吃什么？我出去给你买去。我可不敢劳动你哟。我都不起。妈，这回晶晶啊多亏了廖律师啊。这个人情是你欠的，跟我没关系。对了，还有张文那个情也是你欠的，我可没让他把我送到医院来。奶奶啊，我这有个东西，您看一下。什么？是张文给你的？是。他亲手给你的？啊。张文，他跟我说不争房子，原来是真的。他本来也没想争过。慧珍，慧珍啊，我的儿子，你能不能跟妈妈说说这是怎么回事？你能不能跟妈妈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儿子。早。廖律师，你回来了。早。廖律师，早。廖律师，你终于回来上班了。我也没说我要辞职。陈律师早。廖律师，假期结束了。结束了，今天正式恢复上班。山峰塑业顺利拿下了集团内部的招标，我让大海塑业拿着自己的产品去跟山峰塑业谈了一下，山峰还是很满意大海的产品，也答应让大海代加工一部分的产品。现在两家算是达成合作了，我相信大海再也不会找山峰塑业的麻烦了。这个事儿我已经知道了，你处理得很好。不是我处理的好，主要这么长时间以来是你对山峰塑业的服务让他们非常的满意，所以即便我们有错误，他们也愿意给我们改正的机会，这些都是因为你的经验还有你的工作能力。我不是科班出身，走到今天不容易，每一个客户我都会小心珍惜认真对待，不敢马虎持守不负责任。陈律师，
那天我说了一些不过脑子的话，我希望你能原谅我。一日为师，终身为师。你是我的领导，把我带进来，教会了我很多，所以我要认真的跟你道歉，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对不起。那天后呢，我也想了很多，不管对你还是对 Amy， 我的确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以后我会注意的。我希望从今往后，我们能建立一种平等、互相尊重的同事关系。我也希望这样。加油，廖总，我看好你的，你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至少是比我优秀的律师。陈律师，廖律师，钱沟村的案子要马上开会了，你们赶紧去主任的办公室吧。好，我马上来。好，过来吧。老太太手术时间安排好了吗？你放心吧，王主任那边都帮我们安排了，这次谢谢你了。谢什么？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多陪陪老太太，也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我现在知道因为钱沟村的事情啊，把志恒地产拖的是摇摇欲坠了。你虽然什么都不说，但是我知道其实你心里非常苦闷。我呢，平时又帮不上你什么忙，难得这一次市里边安排我到钱沟村进行调解，我总算觉得除了陪你喝酒以外，我也能尽得上绵薄之力了。李恒基那边给您安排了一个老专家啊，说是很快就能安排手术了，你就放心。然后这段时间我可能要去钱沟村做个节目，等我做完再回来陪你。忙吧，没事。不过奶奶就是想知道这手术有没有风险呀？说实话啊，您这个手术啊真不算什么高难度的手术，况且现在还有人家老专家呢亲自操刀，你把心放肚子里吧，妥妥的。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何况我还这岁数了，手术能没风险啊？啊，奶奶，您这是害怕呀？我可一辈子没见过您害怕。哎呦，奶奶到现在也不知道那怕字是怎么写的。不过呀，我想着有些事儿我得给你交代交代。妈，您看您又来了，别说这些不吉利的啊。去，你知道啥叫吉利啥叫不吉利啊？就你哥哥那岁数还知道留遗嘱呢，我这岁数了，有些事儿我不得说清楚啊。真是的。你先出去吧，我单独跟你公公说。奶奶，你想说什么？广广啊，你呀，我是不担心了。至于那个廖姑娘啊，她会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你死乞白赖的，非得跟她在一块儿，那以后你过得好啊，坏呀？就得看你小子自己的造化喽。奶奶，奶奶恐怕是等不到那天了。哎，奶奶，咱不说这个。奶奶说话费劲，你让奶奶把话说完啊。哥。他怎么样了？腿骨骨折，颅内没有积血，脑震荡有点严重，以后可能会有一些后遗症，还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我进去找他单独聊一下，你就在这儿。
开心。我能跟你聊聊吗？怎么是你啊？你如果是来让我离你妹妹远一点的，还是走吧。你会对她负责任吗？什么意思？